都准备好了没？我要关灯了。好啦，关灯，关灯。好啦。欢迎收听立安电台，这里是立安说晚安。聊天说地讲故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立安说晚安，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展逸文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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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K， 那来看看今天闯进我们直播间的都是谁呢？从左边开始，都给我自我介绍一下。OK， 左边的话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没错，就是我夏天一。好的，下一位，我们知道你是冬天二了。好的。Hello，、okay. 大家好，我是方嘉诚。谢谢我们的袁简诚。对，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莫文轩。这个没有反应，好，下一个。这个没有什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恩浩。嗯，好，欢迎我们的浩恩。好。OK， 大家都自我介绍完了。今天呢是今天是23号呢。23号，这个不代表的家伙。不代表还假装看表哦。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哎、我是皇帝的新装玩的挺溜啊。我这个是聪明人才能看到的表。好了，你是聪明人，好了，我告诉你了，现在23号。对啊，好，就是还有3天呢，就是我们成长计划的录制了。哎，为什么叹气？为什么？大家最近、就是、没人想问你为什么叹气，你何必给自己加戏呢？冬天了，一天还加戏、哦？哎哎，为什么叹气？为什么？快问我，快问我，冬天的戏精。哎，快问我，谁要问你啊？你走了。好，怎么回事？打一架吧，打一架吧。其实 我不管你们了，打一架，打一架。其实我大概能猜到你叹气的原因，是不是因为这次时间比较紧？我们只有20号回来的，我们只有5天准备时间，哦、还有3天彩排。对呀、啊哦，对对，还有3天，完了。而且我们就是前几天那个在杭州的那个，这、个游园会，我只想说女团舞大家看看就好，大家看看就好，不要做太多的评论，不要，反正也 不是也反正也不是我想跳的，就是音乐社的某人和某个人的哥哥强烈推荐的。啊我声音好，我什么？暴露了！哎呦，不是，我想跳女团舞了。某人和某个人的，这是我想让大家尝试一下这个风格怎么样。真的不是我想跳，嘿嘿嘿。我真的，甩锅呢！我听到你说要跳女团舞的时候，我当时很想站起来把你打一顿。然后你看了一下自己的小胳膊小腿儿，就算了。对对，我觉得还是以后等我对。你们知道何洛洛吗？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很诚实的跳起来了呢。嘴上说着不要女团舞，然后就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怎么样？就是找我吧。哎，孙杨，那个女团舞这个动作，这样怎么？顺便做一下那个宣传啊。OK， 9号广州场要到某人的弟弟啊，不是什么某人，要到我的弟弟，这展艺文的故乡广州去。展艺文出生地了，出生地。展艺文。你懂的，我不懂。哎，你懂的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？展艺文啊，你懂的，懂啥呀？你说懂什么啊？好 ，OK，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，最近正在准备少年成长舞台嘛？所以说大家最近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从方嘉诚开始说。最近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。哦，那到时候期待你的表演吧。期待你的表演。好，小东，东二。我们的小二，东二啊，啊小，是吧？展艺文，我听到了，怎么回事？口误，怎么脱口就而出？孩子长大了，有时候就是管不住了，快管一下你弟弟孙杨。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脑袋它是短路的。没事，我喜欢这样的弟弟。你知道有时候脑袋它是短路的。好其实好了好了，我们懂了，哦 OK OK， 懂了懂了。啊，对不起。好，那么就有这个小。然后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因为其实就还是比较紧嘛，但是相对于跟你们比的话，确实我们还稍微好那么一点点，就是一点点。我的妈呀，我们只有2天的排练时间，你们怎么？你们有6天，你们回来，我们节目都还没有弄完呢，还有对啊，你们就我们还要减去彩排的3天。对啊，所以说就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没有2天了。对啊，对，就是都大家都特别赶嘛，然后对彼此彼此嘛，对，反正现在都已经23号了嘛，我们那个。还是给粉丝看，还是要给粉丝看的，哦、所以我们会还是尽全力的。明天是不是要彩排啊？明天不是明天，后天。24啊，后天后天。我们就哦后天
哎，反正就在最后的关头，然后对挣扎一下吧，对挣扎一下，因为确实，反正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。OK， 尽量完成到最后。那哥，你准备怎么样了？我还行吧。好，下一个就你继续，你继续，我就稳嘛，还行啊，稳就稳的嘛，稳的我稳的嘛，一向很稳嘛。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？我有失误。上次你说你在教室里面看视频，看着睡着了，什么意思？我有失误过吗？那是太累了，好吗？我有失误过吗？我睡着了怎么了？我又没失误，我哎，下日好，那个下一个吧。我下一个还是你地下一个下一个。我是觉得就反正拼一把嘛，对，因为爱表。虽然我觉得我们时间已经很紧了，但是看了看你们，确实锤死，加油吧，锤死，真一起在水里。OK， 那轩轩。各位都是蝼蚁，要一起挣扎哟。我感觉还不错吧，就是最起码能跟上。你可能不知道今天的规矩，就是说还不错的都得出去。对。你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 ，three two one， 还不错吧？哦。哇，谢谢孟文轩今天的发言。OK， 哥把他丢出去。以后的节目从此再也没有他了。把他丢出去。Please， 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？还是 我来的话，你自己出去可能是打开门出去，我来的话可能是从这个玻璃飞出去。那你知道吗？群殴，学长，我错了，别动手，错了好不好？没有，没这么。OK， 那么不是何洛洛啊，以暴制暴。OK， 那么大家都讲了自己最近都特别特别累，是吧？累嘛？哇哇哇！就我觉得今天还能来直播间的各位真的是不容易，因为这部成长舞台嘛，最近训练都特别忙，然后。真的是百忙之中的抽那么一丢丢的时间出来，这话是说给外面的人听的啊。对，自己里面大声一点，里面的意思自己懂的、啊。真的是很不容易啊，啊百忙之中来，哎，录这个易安说晚安，真是很不容易。对，特别不容易啊！就我觉得啥时候也能轻松一点嘛？对呀、啊，对。对呀、啊，去玩一玩啊，看个电影啊，还看个复联三啊，看个复联三那是多么快乐的事。就大家最近也真的挺累的，然后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，忙里倒不忙里，忙里就是在百忙之中。该不该偷一下懒呢？就是偷懒这个意思呢，并不是那么的偷懒，就是偷闲，就是里面放松一下，就是忙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可以放松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然后继续忙下去。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都准备好了没？我要关灯了。好啦，关灯，关灯。好啦。欢迎收听易安电台。这里是易安说晚安。然后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，忙里倒不忙里，忙里就是在百忙之中，该不该偷一下懒呢？就是偷懒这个意思呢，并不是那么的偷懒，就是偷闲，就是里面放松一下，就是忙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可以放松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然后继续忙下去。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就是偶尔放松一下嘛，然后稍微休息一下，就是不要绷得太紧。对对对、嗯、对，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辩论的话题了。好的，对，我们现在需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来分队。 OK， 我觉得忙里应该偷闲。 OK， 一个了、嗯、我讨厌跟那个冬天二一组，我觉得那好吧，什么孙一豪，所以我就要好，你就到旁边去吧。忙里不应该偷闲。那我喜欢忙里偷闲啊。哦，那我就跟你唱反派啊。那就跟你唱反调、啊、那就唱反调、啊、你想干嘛呀？就是啊，我们已经两个人了，我也不怕你打过我们吗、嗯、就是、啊、我想问一下这位我们的方简成，方简成，我袁简成弟弟。我觉得嘛，就是跟着我走没有错。嗯啊，好的，就这么简单。 O 不 OK？OK OK OK， 看到没有？我们三个人那里才一个人。那你那就这么分的吧，中间一刀划开。三个，对对对，中间一刀划开。我们也是不虚。但是在分之前呢，我觉得应该我们先说观点。嗯，好，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说呢。凭什么应该就你们先说了？我觉得，哎，因为我是值班主播，哎，我觉得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啊？哦，那我还是你哥呢，能不能给我个面子？为什么给你面子啊？哥哥要让着弟弟。弟弟应该要迁就哥哥，你懂吗？谁说弟弟要迁就哥哥了？历史上孔融让梨，懂不懂？孔融让梨是弟弟让哥哥，好吗？你想多了。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那我们先来玩个小游戏怎么样？好啊，什么小游戏？就是接歌之王。耶、yeah, ，好的。那么你先出一首歌，然后我在这，我这边接一首歌。哎，我让你先出吧。我先出。OK。我想一下。哎，来个英文的，来个英文的。We don't talk anymore.
more. We don't talk anymore. Oh, we don'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. 就这样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死了吧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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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什么歌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哒哒哒哒，信了你的邪了。哦，你说的那个，那个吉吉的，我觉得还是我们应该用，我觉得我们还是用中文歌吧。啊，中文歌，那中文歌我就来接一首吧。中文歌，是个人间，呵呵，我就知道了，不思议的少年。你继续唱啊。年呢，我就在这停了，我们就停到了年字。年有什么呢？年呐，这真的有点难。哎，不行哎，哥，你出题吧。不行，你，我觉得年年啊，年年天天年年的我，深深爱你的。你怕是改词？freestyle。对啊，江南呐。啊，有这个。江南圈圈圆圆圈圈，年年天天年。圈圈圈圈圈圈圆圆圈圈，年年天天年年的我。对啊，对啊，不对吗？看，你看孙一航。对对对对对。看孙一航。还是你唱反调的人就是不会赢的。你不行，哥，你还是先出题吧。年年天天的我，哒哒哒哒的年。深深看你的脸，哇，脸，哦，脸是以脸还脸吗？是这个脸吗？还脸，是这个脸吗？但是你可以念都可以用。脸，哦，你们输掉了，是我们念 i i n g， 哦，对，念 i n g。又是五月天。张一文，我记住你了，有本事记住，接上来，我真的是渴望这血脉相通，无限个千万弟兄，我把天地拆封，封哦，封，自有人帮我，封封封封，三国灯火，烽火连天不休，你秀哒哒哒哒哒秀。对秀，哎，不行的嘛，你那边，哎呀，你这个不行的嘛，平时听歌听得少啊。秀，我有一辆特别了不起，哪是这样啊？哦，他是越跳越带劲，哦，劲劲劲，哦，怎么回事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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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劲劲。输掉了，输掉了。今天天气好晴朗，哪儿来的什么非主流歌？哪儿来的啥非主流歌？这是年代过去60年代、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、00年代的歌全部带了起来，还有10年代的歌。狼，哎，狼，他刚不是说狼哪个狼？对呀，哪个狼？哎，那么讲。啷个哩个啷啷啷啷啷，好的，啷个哩个啷啷啷啷啷。哎呀 ，sorry， 加油，复制粘贴，不好意思，加油。看你们回答啷了哟。啷，啷个哩个啷啷啷啷。不能重复，怎么了？不能重复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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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开头还是啷。No no no yo no， 输掉了。好嘛，我们输了嘛，那你们那边先发言啊。耶，哎，嗯。那我们先发制人，好啊，来，
我决定就由我刚才那个输出主力，对，就是、你还输出主力了呢？我就是我一半的词都是我们这边小台。我不给你狼哥，你跟狼狼，你的输出主力。不是，主要是你们我觉得我哥不行的。主要是我们听的歌不太一样。OK。没有，我是就是呢，我听的是60年代、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、00年代、10年代潮流全部在听。听的是 J-pop。J-pop 啊，可以啊，你唱一首 J-pop 啊。好的，我觉得一个人的话，他不应该。他不应该怎么的，他不应该忙里偷闲。为什么忙一个人的忙里偷闲等于什么？等于拖慢了整个团体的进度。哦，可以团队的忙里偷闲。对，那应该是整个团的忙里偷闲。 wait wigg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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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t me 噔噔噔噔 yeah 已经过了刚才那一个环节了，让我们听我说话好吗？好啊，你说。就是我是觉得这样子的，嗯，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，你确实可以选择调整自己的时间，甚至我觉得你不练啊也没有什么关系嘛，反正你都是一个人，啊，可以啊，你爱怎样就怎样，你随意了。嗯 ，But 我们是一个集体，无论是训练呢还是表演，它都是需要一个团体的合作的。你不可能说你一个人就可以怎样怎样。我是觉得我们不应该为了自己，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想休息一个半天，然后再训练半天，但是你的团体他确实整天都在很辛苦的训练，你们说这是不是就是拖了整个团体的进度，然后也影响到了整体的这个一个舞台的一个成型呢？你们说是不是？对 ，OK， 那我们这边，一个表演，我们怎么都是不是哦，一个，我们就是不是哦，冬天二。怎么了？你是真的二，他不叫冬天二，他叫秋天三。冬天二，你是现在是夏天一，现在是秋天三，而且现在是夏天一，春天四，现在已经在夏天，而且春天四 no 没有而且，就是不是春夏秋冬一个表演，只有大家都发挥好了才算好，不是吗？好的，那我来迎接你的问题。OK， 我方一边的观点就是，你知道有一个成语叫什么？画龙点睛。哎，那成语叫啥来着？想秀一波文化，结果没有秀起来。不能不能，这个时候劳逸结合。哦，对，你在我们面前有点丢脸。我们经常有个成语叫劳逸结 合，一直在讲劳逸结合。劳就是劳动，逸就是安逸。可是你看现在那些，就是无论是现在当红的一些偶像啊，还是脍炙人口的一些歌手，他们都是，哦，是吗？他们都会有一段时间是真正的每天都是。但是他们每天努力训练完了之后，是不是有一段时间的假呢？哪有一段时间的假？那是等他们。你是他们吗？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假呢？就是你是谁呀？你杀了谁呀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了解过他们的人生。比如说，想一想，他们肯定是这个样子。嗯，一天，对，在各个城市奔波。OK OK， 我懂了。他们是多么的辛苦，我是多么的心疼。OK，哦，我是多么的 OK， 我懂了。那依照我哥的观念的话，不应该忙里偷闲。那么学校一周七天，一周上五天的学，放假两天，我觉得我哥连那个两天都不用放假了。我们两天，反正他觉得他本来就没有放假，好吗？他不用劳逸结合了，那两天也去学校上。而且就算我们是普通学生，那两天也不是拿来给我们休息的，好吗？是交给我们自主去复习、吸收和消化这五天的学习内容的。难道你就不去看电视？难道你就不去看手机、看电视吗？就是，你难道在过去15年中没？哎，今年几岁来着？你难道在过去16年中？今年17了吧？还没满，还早。2001年的，对啊，还早。你在过去16年中，你就没有哪个周末特别的一个周末去看手机吗？有，但是那就得了。但是我很愧疚，我的内心受到了良心的谴责。哎呦，但是好感觉有，我感觉有千万把刀插在我的心口上。我就该努力学习，我不该看手机。每当我的手指屏幕滑一下手机的屏幕，或者是按一下那个电视的按钮，我的心就扎一刀，所以我还是看了，所以我的心脏就只有这么小。哎，那你还是看了呢？那为什么你还活着的呢？扎一刀，拔出来，它就好了嘛。你是金刚狼吗？哎，但是OK， 算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反正我方觉得你们那边怎么都不是对的，就是对。来，你们要觉得我们是对的才奇怪了，好吧？好吧，我觉得你们那边是对的。好好，既然你展英文都说我们这边是对的，那我们就是对的了。嗯，好，你说吧。我是觉得吧，人就是必须先苦后甜，就是必须当你在百忙当中，就是你付出到你的极限，然后你在极限当中，你才会有质的体现。对，我举个例子啊，就是在跳舞的时候嘛，人只会在最累的时候才会形成肌肉记忆。
对，但是当你就是快要到最累的时候，你突然一下子松懈下来了，那不是前面的那些努力都是白费吗？但是到你极限过后，你极限过了一小会之后，你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了 ？OK， 是不是该我反击了？我听不下去了。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 ？OK， 你可以控制时间。但是我们说的是忙里偷闲。对，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？对啊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你正是最忙的时候。对，那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这个没有意义。你们这个，我们就让对面很二的冬天二来发表他的。对，我们的二变冬天二来发一下吧。夏天一好吧。冬天二，我夏天二我都不听。夏天二，夏天二。夏天一，我们刚刚恩浩说的就是在最忙的时候嘛，才能激发出身体的潜能，才能后天嘛。但是我觉得嘛，就是你最忙的时候呢，其实你的身体负担是非常大的，你觉得吗？你想一下，就是你身体就像一根弦一样，你把绷得太紧都会断掉的。对，就是说。你不能这样盲目的去，不能这样盲目去的那个，万事都有一个度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很认真的练，但是到了那个度的时候，你就应该休息一下，这样才能更好的激发你后面的时候，我后面才会更加有调整好状态。对，如果你太早把你的潜能都压榨完了的话，那你后面你拿什么去？对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我们要好好的爱护身体。对，身体其实不算什么，我作为一个对身体不好的人，作为一个对身体很有了解的人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。对，其实砍断一只手天天膏药啊，身体真的不算什么，真的在应该付出的年纪就应该付出，真的身体不算什么。但是腰断了，腰断了没有关系，我觉得就是，但是手断了也没有关系，腿断更不重要，腿断算什么？我就想腰断了都没事，腿断了。那我想问对方二辈一个问题，你自己讲的苦从哎。对，先苦后甜。那么你在苦的途中就把自己的身子给拖垮了，那你怎么甜呢？怎么品尝那个甜呢？对呀、啊，假如你的手给断掉了，你怎么甜？你在苦的时候就已经把身体给累垮了，啊、比如说得了什么各种病的时候，那你怎么去品尝那个甜呢？难道每天就生活在那个苦中，那个啊，饱受疾病的折磨，然后甜过去吗？所以我们才要适当的休息，懂吗？对，在最累的时候才能稍微的调节一下。对，我也没说就偷懒啊，我们只是叫做劳逸结合。不呀，但你们的名字就叫做偷闲啊，偷。你们是小偷，不偷。其实呢，在不，他这个偷是个贬义词，其实呢是个贬义词，是个贬义词。其实呢，在开始之前我已经讲过了，是个偷闲的意思呢，就是休息一下，然后给自己放松一下而已，并不是贬义词的偷。休息为什么好了？我觉得好了，我觉得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那个压轴的辩员没有那个嘛。OK， 就让请对方三辩。什么？还有三辩？哦，对对对，来，我们的三辩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发起你的进攻，开始你的表演。忙里不应该偷闲。好的，我知道你观点了。我肯定知道你是。请你开始说些有营养的好不好？对方三辩。就是，你直接说原因。我知道你的观点了，对，我也知道你观点了。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控制能力的。哇哦。偷闲只能只会越来越懒。哇哦 ，OK， 你这个 OK， 那我这里就要反驳你一下了。为什么成功的人这么少？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约束自己。哎，怎么回事？等一下。就是说，所以说，真的要成功，要学会约束自己。这点包括了什么呢？包括极限的时候，你可以休息一下，然后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，然后爱护身体，努力下去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我觉得你这个太强掰了吧，你这个哪儿啊，简直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，完全就是强行解释，强行把那个给掰过来，你知道吧？明明我们都已经占据了优势的，他们完全是瞎掰的。OK，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成功人士的话，你偷闲的话是真的会越来越懒。如果你心中真的有一个坚定的一个理念，说我要成功，那你真的会越来越懒吗？拿什么保证你能自控？对面三遍我已经解释过了，不是每个人都是展翼文，所以说也不是每个人可以成功啊。对啊，所以就是不应该每个人都应该忙里偷闲嘛，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要针对大部分的特殊的普通人，好吧？我敬无言以对。所以我们不应该以自己来做例子，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应该更多的是考虑到这个那个听众朋友们，对吧？不是应该那个。我们应该提供的建议也是给他们的建议，不是。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OK， 我觉得我们是时候派出我们的三遍。对，就是、你们的三遍还有斗志吗 ？Are you OK？ 我们三遍斗志满满，好不好？我们都要被碾压了，所以你知道吗？快反击一下！对面的灭霸军队是永远打不过正义的，我们是。
Avengers， 对 Avengers，、yeah. 你们都成灰了，快说吧，打个响指。什么？我们还有一半的人，我们还有一半的人，快说吧。我们有钢铁侠，你们的杀手锏，快说吧。我们的那个圆圆简称 ，We have help。你可以用英语来怼我们哦。Yeah，OK， 哎，你就说英语。浩克用英语怼他们，让他们听不懂。他们听不懂。嗯，就像夏天英学长那样子。什么？就像我这样。Please, can you speak English？啊，什么？就像我这个英语不好。OK， 绷得太紧的弦终究会断。对，更何况是神经呢？对，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就身体是最重要的，是我们的第一防线。可是你想一想，没有身体什么都没有了。没有身体，你还有钱吗？你有房吗？你有家吗？身体不重要。你要想一想，你现在做的努力，你不仅要考虑到你自己，对吧？有可能你死了，还有你的下一代。你只要做好了基础，你会这么做吗？你只要做好了基础，保证了你下一代的幸福，你死也是值得的。所以好，那请问你愿意这样子吗？我愿意。你愿意吗？所以说，这就是有些人死了，有些人却活着，有些人活着，有些人却死了的原因吗？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我觉得还是不对。我还要说一句。OK， 说。One time.I'm so tired.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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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Quick, yeah, you know.、Yeah. 然后我的眼前全是花的，然后像彩虹那样子，全是彩色的。然后有还有一次我差点晕倒了。这就是这么小的朋友身体都会不好，差点晕倒，而且长不高。这你没有，是没有掌握好那个度。嗯，你知道吗？训练有个度，真的要掌握好那个 demo 呢。对 ，demo 是你没有好好练习哦。嗯，把自己眼前都出现彩虹了，你还好意思说？我知道你们这边为什么会处于劣势了，就是因为你们带了一个很二的队友。再神的一个队友也带不过一个星爵，嗯，知道吧？对呀、啊，星爵这个再神说的就是你，你在那儿你还在笑什么？我哪是星爵啊？我可是钢铁侠。刚才你自己都说的那个什么了，还说还自己在那笑，我说你们那有个二的队友，他还在那嘿嘿嘿，二的队友怎么了？二的队友，其实我没有星爵，说的是谁啊？但是我们还是会赢，because we have 张一文 ，yeah， we have 秋天二，we have 陈家芳 ，OK OK OK， 其实我觉得因为。反正每次辩论我就发现了啊，就是势均力敌，其实反正也辩不出来个什么，反正就是给大家给一些建议。你觉得听我们的这个辩论呢，你能觉得吸取到，就是因为六个人有六个的观点嘛？对啊，就主要是有两个观点，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和建议。对，你觉得哪个人好呢？你就选择哪个人，然后觉得就去实施吧。对，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。对，我想这就是可能为什么依然说晚安要六个人来辩论吧。对，可能六个人显得更热闹一点吧。对，可能是给的建议会更多一点。哎，恩浩，我看你一直到现在都没怎么发过言，哎，所以说你心中的想法是什么？哇。其实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劳逸结合的，对，看到没有，其实我是个假队友，成功，对，因为我原来看过一部电影，很好，讲述的是，哎，先听我说完，别说了，好吧，物极必反，可，但是我觉得该努力还是要努力的，对啊，也是要突破自己的极限的，我们就是说要有个度啊，对，对，很好。You die， 信不信我这一箱子下去，灭霸，一点事了没有，灭霸干了他。You will die。我跟你说，我家里还有你的两个下巴了。你这个，我们现在你这个很二的，哎、你们，我发现你啊，我真的跟五个中二队友在一起，我真的无语了。哦，我又不是你的队友。我就是最近看电影都成了漫威迷，然后一个个的天天连辩论都还要加上。真的，一群小，我真 的,、哎、真的是每天一个作为一个真漫威迷夹着一群小漫威迷当中，我真的很难受。你们一群中二病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你们。你算了吧，你下来就在天天问我，哎，漫威最强的那个是不是？那个叫 OAA 的，还有生命法庭也很强，白银刀翻到天上。我没有这么中二好吧，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样子。哦，真的吗？下一次我发个微博给大家看好不好？你没有录过音，大家是不会相信。好的，我现在正要有啊，现在发微博好不好啊？好吧，我觉得跑远了，跑远了，你还是我们还是认真做节目。OK， 现在让我来总结陈词。所以呢，其实你是法官吧？你总结陈词，你咋不敲一下呢？短，我怎么样？你敢吐槽我哥？信不信我马上发出去？你不知道亲弟就是用来吐槽，你知道亲哥就是用来发的吗？你说吧。好的。
你其实呢说是忙里偷闲不好还是好呢，其实都是国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，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在保证自己健康的情况下，不论你是合理的休息还是没日没夜的训练，都是属于自己的选择，所以说自己既然做出了选择那就大胆去做吧，反正跟我没关系果然是个狮子座。准备好了没？我要关灯了。好啦，关灯，关灯。好啦。欢迎收听易安电台，这里是易安说晚安。我们这段时间肯定要死掉了。对啊，反正其实我也感觉我快死掉了，我也要死了。对，我们就要死掉了，我们要变成一坨灰了。我真的每天。我真的每天都饿，我觉得饭也吃不好，觉也睡不着。我觉得我们的已经严重打破了平衡，所以说我要去收集五颗无限宝石了，六颗无限宝石了。对对啊，就在音乐社每个人的手上。对。下一页。哦，我要消失了，大家拜拜。哦，好好好，我们继续啊。我真想把你变成宇宙尘埃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你继续说。好 ，OK， 那么讨论完了我们的辩论环节，接下来呢，哎，又到了的送歌环节了。对。但是今天这位歌手我还算比较喜欢哦。对，我也其实他唱歌很好听的了。对的。他又是我们的林俊杰前辈。姐姐。所以说今天要推荐的歌呢，就是林俊杰前辈的《那些你很冒险的梦》。哇哦，是一个，相信大家都听过这首歌的吧，是一首很诗情画意的歌哟。对啊，就我推荐这首歌的原因呢，就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里的一句歌词，名字叫折纸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，这两天了，可是它的结果注定是坠落，有多少无可奈何，只能怪地心引力。那我多么希望都怪那个苹果。我觉得那个苹果不掉下来大家都不知道的。对呀。好了 OK，其实我的话就是我喜欢这首歌的原因还是蛮特别的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条路它是会比同龄人是比较很忙的，所以其实你想想，我想想，哎，别你不要这样子所以就是我是给听众朋友说啊，好的，就是你们想一想，就是连很多大概就是普通人吧，他们都会很迷茫，其实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没有这种迷茫的时候，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比你们更迷茫，但是我觉得在迷茫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话就会想很多东西，就会觉得值不值得，但是这样，但是其实最后还是只有努力，对吧？对，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迷茫的时候，有可能有的人一两天就走出去了，对，有的人一辈子都走不出去，对，被围绕在那个阴影之下，就在那个迷茫的森林里面，就是迷茫在我灭霸的响指之下，又扯到灭霸了。然后就是最后给大家一个建议吧，对，不要等到都来不及了，发现很多事情还没有把握。听了这首歌，我就感觉又有重新要去练武的动力，本来已经要死掉了，加油！就听了这个歌，感觉反正。嗯，劳逸结合嘛，我就稍微玩一下，然后再歇了。哦，所以说在你看来，录易安说晚安就是玩吗？暂且休息一下。OK， 那好的。OK， 我要告诉我们的那个导播大大，就是说夏天呢以后，请每天给夏天安排一个易安说晚安，让他好好休息休息。对。那 OK， 恩浩讲一下你的分享感言吧。我吗？对啊。为什么你嗓子是那种就感觉睡了很久起来的那种声音？他在模仿雷神说话。哇。刚睡醒，你是在挑衅吗？好了，让他说好了。我是觉得呀，就是这首歌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张专辑《学不会的》的。哦，对，所以说我是希望不会疯狂的事情才被称为梦想，对吧？对。OK， 快的时间总是短暂的，今天的快乐吗？不快。哦，短暂吗？你不也不短暂。你觉得不快乐吗，孙一航？心一跳，哎，你叫，哎，等，你叫我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不快了吗？不是，你不快了吗？你叫我快不快吧？你叫我什么？不快了吗？快乐，你叫我什么？哎 ，OK， 快乐的话你还是我哥，好吧？我们继续往后面走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别忘了下周三晚9点准时收听易安电台，易安说晚安，我们不见不散，晚安。晚安。是啊。Good night。灭霸打响指，我们都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
让两颗心开始震动，当你瞳孔学会闪躲，当爱慢慢被遮住，只剩下黑，距离像影子被拉脱，当爱的故事声听说，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，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，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，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，太残忍的话我只说，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，只往反方向走，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，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，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痛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，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，太残忍的话我只说，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，只往反方向走，我不想放手你松开的左手，你爱的放纵我摆不回天空，我输了累了等你再也不回头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，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，太残忍的话我只说，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，只往反方向走，你真的不懂我的爱已降落。